哎，听说天气公今天吹的宝壳赞，啥子是宝壳赞？宝壳子就是宝金波，小个蛋了啊！我晓得了，不是初级，清晨去吹个二婚。你一把年纪，打扮的像个花和尚，人家天气公二婚至少娶了个，你连二婚都吹起不到的。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怎么了啦？人家是请你们来喝喜酒的，这么一桌子好菜，还堵不上你们的嘴。就是就是，来这样吃这样吃。帮忙点名牌，走哟！吉时一到。你别笑，嘿，你们没光顾吃嘛，马上摆碗汤，我们今天也正好回去公园哦。啊，可以。那要得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婆娘，这他们喊亲一个，我选盖头喽。给不得几不好意思的样嘞。怕啥子怕？都是亲戚朋友，亲个嘛就亲个嘛。好了，你是不是可以了？走入洞房。婆娘，你坐好哈，我们入洞房了。你慢点儿，我晕饺子。门婆娘，吞宵一刻值千金呐、啊，还慢点儿，我要搞快点儿了。你猴急得很，哎呀，来嘛，先帮我捏捏肩，捶捶腿都。